听话，让你别生气，偏偏就是不听话。你说你是不是爱狗？妈妈妈妈咪，妈妈妈妈妈妈咪，轻点轻点，脸脸都要蹭破了。好意思说脸脸蹭破啊？你不孝顺那能有这回事吗？你不听话，这就是教训。你说说你，成天不着家，就知道上树。妈咪，亲爱的妈咪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爱你。知道错就好，爱就是要大声说出来。来，给妈咪疼爱一下。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熊科是怎么吃竹子的。我们讲究一撸二转三咬，第一步先把想吃的叶子撸到嘴角，第二步用手把一口吃不完的叶子从嘴角拽出来，第三步只要喂到嘴里就好了。嗯啊嗯啊嗯啊，好吃好吃。